2001，流星花园绚烂耀世 ，F 四一举成名。后来，他们进入各自的事业轨道，隔空相望。十几年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比较清楚我在这个工作领域上面，我到底希望自己是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像我可能就比较清楚自己是，能够做一个专心做好一个好演员。如果说变化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大家都有胡子，然后像我最近胡子都开始有点发白了，这是跟十年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心态上大家也都成熟了很多，稳重了很多。可能这几年都要以比较大人的方式去想事情或处理事情，但是碰到自己兄弟们又觉得好像回归青春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最大变就好像没什么变，就是好像还是很小孩子的个性吧，也没有太成熟，然后就是还是臭脾气，所以我自己的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真的找到自己了，真的找到一个无条件的爱，一个平安，觉得就是真正成为比较。2013年2月10日，江苏卫视春晚 F 四再聚星云。嗓子都已经叫哑了，现在都已经快说不出来了，已经哭到不行了。是有些包车从各地到北京集合包车，然后有些是自己开车过来，还有最远应该有从加拿大飞回中国来，专门为了来看 F 四合集。是结婚有多久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差不多啊，跟 F 四这个差不多年头差不多了啊，都喜欢流星花园，然后我更喜欢 F 四，他更喜欢身材，也可能是咱们江苏卫视这次可能这个动作真的是比较大，然后真的出乎我的意料，真的我就要希望好兄弟真的要好好在一起，真的多珍惜。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知道的吧。那知道了，因为没有确定，所以其实心中一直有一种忐忑，就不知道事情到底会不会成。那后来，确认的时候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四个人也蛮久没有聚在一起了。那如果借这个机会，来到江苏卫视这么棒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重聚，我们真的觉得很开心。刚开始是听说，但是想说应该又是来闹的吧，因为之前已经答应过好几次，可是好像就大家真的工作各方面都很难聚在一起。后来确定以后，我还是觉得都是在开玩笑，然后等到觉得真的要上飞机的时候才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我想应该这次大家应该真的会出现，意义就可大了，因为你知道很久没有跟其他三位同台，所以这次又可以跟他们一起同台，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刚今天彩排的时候有一点小感动。知道就是流星雨，然后这首歌是代表着四个人的开始，然后也是我们拍的共同拍摄的第一部戏《流星花园》里面的主题曲。那第二首歌是叫做《第一时间》。那希望为什么选这两首？其实，流星雨给人家一个梦幻、一个回忆的感觉。然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像《第一时间》里面的歌词写的，大家是手牵手，然后肩并肩，像个朋友。当你有危难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所以，这次我觉得主办单位很用心的去安排了在《流星雨》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是搭乘升降是 OK 的，是搭乘升降的，然后出场，然后在升降台上面我们会完成这首歌的一半，但是会搭配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3D 的一个动画的特效的效果出来。我相信应该在电视机前面看播出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很快的把你们的心拉到十几年前《流星花园》刚出来的时候的感觉。我们整个面应该是像这边朝这边，对啊，你刚刚开门好，然后到我们开门的时候，没有，我们等你，快门完，别上，就在这边坐，那边走。
一样找出来，一样出现出来了，出去。轻的时候就赶快满足大家的梦想，我很怕我可能如果再等10年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四字头的，就是40多岁了，再出来流星雨，我可能有点怪怪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心情，想要合体的心情，其实不比所有人期待想要我们合体来的差。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那我希望在2013年蛇年，不管是工作上面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在对家人的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拿出更大的爱跟更大的心来面对它。今年也就跟往常一样，也是希望就是平安顺利，然后健健康康就好，不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新年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发片，把我的新专辑，然后很顺顺利利的可以带给大家新的音乐，新的吴建豪，然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舞台的表演给大家。不可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看，你心情的可能让我来听。好久不见。我应该可以跟大家保证吧，就是说我们除了四个人一起的工作之外，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一片领域嘛。那有时候比如说新戏啊，或者是新片在发售的时候，Jerry 都是默不吭声的那一位，但是呢花一定到，祝福一定到，所以这一点他是真的很贴心。先说仔仔好了啦，因为我觉得他是四个里面其实我最羡慕的，因为觉得他真的就是大家看以前到现在，他是变最多的，然后最有男人味，就不像我，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就是仔仔都要飞上天了他。我觉得过去很多时候我亏欠他很多，真的，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其实我们四个如果以年纪来看，我其实是年纪最大，可是其实以心理层面来看，我觉得我是最幼稚的。然后孝天其实是我们里面就是反而他是最成熟的，就像他，你看他会烧菜给女朋友吃，然后他会照顾我们很多很多事情。可是可能因为那时候经历太多事情，然后坦白讲真的还没有那么多经验，面临到那么多的很多事情，包括我觉得我们旁边很多人会有很多耳语，说真的那时候很容易被影响，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知道那时候他一定跟我相处他很辛苦非常多，所以你也想要跟他小小的道个歉，就是你自己以前的这个可能比较像小男孩的那种脾气，好像要拥抱的感觉。对呀、啊、这个一定要的，好像拥抱的感觉。哇，其实好兄弟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的。然后像现在是不用，像最早以前我箱子里都还要带着干，就新的内裤或袜子，都帮他们准备一份啊。对，就怕谁没有，我就会拿出来这样。所以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仔仔都不太洗内裤了，对，真的。然后我刚刚有说嘛，其实我说什么杰瑞说闷骚，因为我跟你讲，我跟他同一个星座，我很了解，我比他还骚。
住在。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大家好，我们是 F 四，新的一年到了，祝大家。好，没事，再来啊。三，大家好，我们是 F 四。啊，哇塞，好，来，再次。好，再来啊。新的一年到了，祝大家幸福美满，心想事成。等一下，心想事成是谁了？对啊，是你啊。对啊，你干嘛讲我？那人家暗恋你很久了，那我就直接接，看完再睡觉哦。新的一年到了，祝大家幸福美满，福星高照，心想事成。大年初一，要从大年初一开始，我们直接从大年初一开始。僵尸卫视春晚，看完再睡觉哦。啊有啊，我也说，他只有最后两句了，三个字。大家好，我们是 F 四，新的一年到了，祝大家幸福美满，福星高照，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年初一，敬请锁定江苏卫视春晚，幸福 Number One。江苏卫视春晚，看完再睡觉哦。